后妹脱不开须，眼泪停不了。韩妹唱歌跳舞就特别掂噶啦，唔止南韩噶，连北韩嗰啲都系咁噶。好似呢班离开北韩嘅靓女咁，嚟到自由嘅南韩上电视 talk show 都要露翻两手啊！30岁嘅韩瑞基咧，早喺10年前已经系金正日嘅御用歌姬，专门唱歌跳舞俾啲领导人睇。장기자랑을해야되는데막웃겨야되는그런거는정말아직거북해서북한에서이딱딱한생활이아직도몸에좀배어있는것같아요呢个节目系以轻松嘅方式讲北韩嘅非人生活，不过好多参加者都好似佢哋咁，最初唔敢乱讲嘢噶，怕连累到北韩嘅屋企人啊嘛。难怪一讲到乡下就流晒眼泪啦。有个女仔嘅老豆仲喺北韩坐紧监，佢话每次探监，爸爸都会微笑，呢个笑容佢永远都唔会忘记噶。除咗正经嘢之外，佢哋都会讲下八卦嘢噶。原来北韩女仔同南韩嘅 sister 一样咁中意割双眼皮噶，果然系整容大国啊吓！